这丫头，每次自己的被子能不能叠叠好呀？这些东西哪来的？哪来的？老实交代。又去动别人东西了？没有，这都是别人送我的礼物。礼物？谁送给你的？谁会送给你这么名贵的东西？谁？交代啊！叶明珠，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？哥，这件事情你先别管了，赶紧吃完饭出去工作。叶明珠，你别跟我指手画脚的，我是这个家唯一的男人，我才是家长。家长是吧？说的真好，家长，既然是家长的话，就有家长的样啊！赶紧出去工作啊！所以你才把我安排在那个受苦的地方，对吧？什么叫受苦的地方？对于哥哥来说，能去那儿地方工作已经很好了。行，我不干了。你犯病了吧呀？为什么不去了？又是不到一个月就不干了是吧？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谁是家长？啊？你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大啊？什么时候才能养活你自己啊？能不能清醒一点？我清醒了。说明珠亲生母亲事儿的时候，我全听见了。明珠就不是你生的，对吧？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？那些话都是真的呀？我没撒谎吧？出去！你可给我出去！妈，我要把话说了。叶明珠，你听着啊，你不是我亲妹妹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想看见你。走吧，你不走，我走。走啊！来来来，坐下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叶庄说的是真的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